好热啊！之前有朋友问我，草莓来香港读书，说有没有什么地方好逛啊，想推荐。那我也只是分享一下我自己感兴趣的一些领域。好，这期影片的素材比较杂一些，关于银饰的话，你可以看上一期的。然后今天主要就是一些 City Walk 分享，去哪拍照，看去哪喝咖啡，买户外用品，反正都是我自己喜欢的地方，然后我觉得还不错，就推荐给各位。今天分享我比较随意，也比较主观一点，大家看得开心就好，希望不会弄太长。两份普通的面就这个价，我记得早几年过来吃没这么咸的，今天真好咸啊，有点失望。姐，浓到苦，牙齿闷不？第一次的朋友。也是快抽鞋啊 ，VD Jordan Sport 的第一款鞋来讲还不错，买得过。高钱的。你要找给我帮你。放过去怎么？对，都没有的，我找他。看到水在下雨，我还水啊！依家
因为在这里遇到水银春就很划算，过了中午就不要来了，因为它只开早上到中午这段时间，然后没有空调。去呢？玩的吗？对啊。去吃很好吃的粉，牛肉啊，猪杂啊，焦汤啊，这些大家看的时候，这里走到时代广场近的十分钟都不用，因为有很多小路了。看地图的话，其实走得很快，直线传过去，大概七八分钟到。到啦！这家店的这个位置是总店，还有另外一家分店会远一点，就建议来这边吃好。我就不一个个念了，感兴趣的话你自己截图看一下。我这份是生牛肉、紫薯加点紫菜、米粉，然后这边这个是牛腱子捞面，他会送一碗胡椒汤，应该可以要清汤了，但没讲，很默认胡椒。然后这个是担心辣的，我又点了一个菊花茶，他们自己做的，然后这牛腩，还有一个花雕酒的集中饮，味道很浓，看一下，大概就是这样子，我觉得还算比较。合理的，主要是味道真的很棒，就是个离远就能闻到香味，就花椒酒的味道很香啊。各位观众高低买一个能闻到味道的手机。穿过来给你喝咖啡，不要嫌弃我吃这种平民美食。如果你想吃高端的话，请掉一直往下走，可能不到100米就可以吃 Wagyu Mafia。刚吃的早餐在那个巷子出来，然后这里下去，这边就是咖啡店的转角的位置。然后这条街一直往下走，那一边的尽头在这里就是 Wagyu Mafia。这家咖啡店是我无意中走过来发现，哦，原来是香港这边的咖啡冠军新开的新店。叫 Craft Coffee Roaster， 这个名字应该也知道了，他们是有自己烘咖啡。去看一下，大家买毛豆。刚喝了两杯咖啡，都其实同一款豆子，但是完全不同风味。因为另外一杯拿铁它是加了 Onikawa Black Sugar， 它有点黑糖在里面，所以整个同样的豆子表现出来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就是 mix 味道。马力包他们的拼配，这个 Apo 洪都拉斯拼 SI 的7158，可以看一下。具体什么风味呢？我没喝，我也不敢确定，回去喝之后再跟大家分享，就先给你看一下。然后还有一个这个烹煮指南。包豆子，一式二手冲，就他们整个店铺的设计，然后包括一些 BI， 然后以及这种点的感觉，我觉得都还挺不错的。就是我觉得是我最近在香港喝到最好喝的咖啡店。第二是谁呢 ？LC，LCS， 在这里是伊莎白体育馆旁边的一个滑板，就挺舒服的。大中午没有什么人玩，晚上的话会挺多人在这边滑滑板。刚刚跟各位分享一下关于咖啡的 City Walk 这方面，然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是户外用品这方面的话。
最近闲逛走到的一些我觉得还不错。先讲铜锣湾，铜锣湾的话，那家比较多人去的，或者说东西比较全的，就在金鹅大厦的三楼和二楼。它入口在三楼，叫 The Overlander。当然，他们也有在旺角的店，就是有分店，不过旺角比较多了，铜锣湾就只有这一家。然后里面会有很多 Montbell 的衣服，然后一部分 Outdoor Research， 然后是一些 Trumps。然后鞋子也有不少，包包也有，鞋子基本都是 Salomon 的一些，真的是户外实战鞋，不是那种潮流款式。然后价格就还 OK， 取决于你具体是要什么款式、什么颜色，还有什么定位的，不同款、不同码数可能都不太一样的价格。然后一些真的是消耗品的那种户外服装，就是很实用的一家户外店。如果你能正好碰上他们店铺做活动的话，一般有个85折或者80折都还是比较划算的。然后因为你还要再算上汇率的话，其实是 OK 买货。然后最近在这边买了好几件衣服，我给你看一下。买了一件 OR 的，算风格吗？皮肤衣，它可以折叠到很小很小，是这样的颜色，叫 Coyote， 给它穿你看一下。因为在香港逛街，各位真的是哪怕这么热的天气都要多备一件外套，因为室内的冷气真的非常冷，就外面可以把你烤熟，但里面可以把你冻死那种。穿上大概就这样子，我觉得挺好看的一件薄的小风衣，防水、防风、透气，它是 Pertex 材质啊，然后就只有胸口一个口袋，没有别的口袋，整件衣服是可以塞进这个口袋里面，变成大概这么大一个三角形的包，就挺不错的。然后现在我买下来大概人民币就是700-800的样子，划算，应该是新款，没记错的话，因为这边的店铺虽说你看起来好像很划算，那他们其实都没有卖剩货，他们的个货品流动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基本上都是当季或者是上一季这样子稍微剩一点，因为剩一点的货他们就已经打折打得很厉害了。新款的话偶尔也会有一个9折、8折之类的，具体每个款式的折扣不一样，它会贴在他们吊牌上。然后再一个就是如果你想买包包的话呢，你可以去旺角的道乐坊、家乐坊，你可以从油麻地地铁口出来，也可以从旺角出来，都挺近的，在东大市街，地图一搜很容易就找到了。家乐坊这栋楼是户外用品比较多的一栋楼上铺的商城，具体你们去到那个写字楼底下看大楼的商家指引就能找到，其实挺好找。简单分几个类别，如果你是军迷，比较喜欢军品方面的东西，你可以去看叫永高行。然后你如果想买很多露营用品，想买一些包包的话，一些徒步用品的话，我推荐 Fun Shop Outdoor 这家店，它应该在14了。我是在这家店逛了很久，然后买了一款小鹰的苍穹，然后他们整个购物体验感觉特别好，就是非常非常细心、非常耐心的讲解，然后帮我把这个包包所有的细节位置都调整到我这个人背负最合适的状态，然后并且还给我做了一些模拟负重的这种行走的感觉，还挺有意思的。好了，再打一个。跟住兩隻雙手掂，你反正就彈上，好多時拉太緊嘅，同埋就戚咗佢都唔緊拉太緊嘅，同埋一負重咗之後佢會向後做，係，佢要拉住上邊，係啦，拉上邊，等佢個重心始終翻啫，始終翻得嘅啦，你見而家拉到啱啱到兩個，快啲將嚟睇，跟住胸扣嘅位有少少最標準要求嘅鎖骨，三隻手指呢條線，啱啱呢個鎖匙，我明嘅，好吧，三隻手指，啱，係。跟住再檢查多次，要好多時鬆咗少少嘅，拉緊咗啲貨。OK， 嗱，檢查完之後咧，呢度位你見呢一貼咗嘅，跟住呢貼貼到啦，跟住然後咧，呢一個位咧，其實就盡量希望咧，就比較呢度盡量希望係喺你架底中間咯，所以我一陣間我會校長翻1公分度俾你嘅，去到呢度。OK， 基本上咁樣嘅設計。但我建議最尾先頭，其實一步、兩步、三步。然后正好遇上他们这款包的折扣是有8折，再加上会员的折扣，再加上汇率，其实算下来的话2000多一点，不算特别贵，我觉得是挺划算的。我是觉得实体店不可能有网上的这些价格有优势，如果你单纯比价的话，但实体店的优势目前应该还是在于便宜，就是购买鞋以及实地的调整设施，包括后续的一些维护保养的这种售后服务，这应该是实体店最大的优势。所以价格的优势不是说挑选产品的最大的一个要点吧，个人觉得，什么他的一些建议啊，然后你跟sales这样去了解，你会获得很多别的一些讯息，这是你网上购物得到的，所以就哪怕会比网上最低的价格高一点，但是我还是愿意在实体店买，就是我觉得挺好的一个事情。包包有很多选，卖最多的应该是小鹰，如果你要买神龙的话，可以往楼上几家店看，
然后这是户外露营这些用品方面的。如果你要买鞋子的话，你可以去十楼的 KM2 这家店，它有两家店，它基本上都是越野跑鞋，主流的越野跑。它有一些冷门的品牌我都没怎么见过，也有，都是一些实战鞋。然后除了有跑鞋之外，还有一些跑步的户外服装，一些骑行服什么的也有，就有一些眼镜啊、袜子啊这些。就是比较实用的，都在同一栋楼里面，基本上你可以花一两个小时，如果你时间充裕的话，两三个小时也都可以走完。对，这大概是这方面的一些分享。然后关于闲逛方面的一些建议的话，我昨天去了一下新盘，拍照很合适，但是你想逛街的话没什么。不过你可以从新盘走到上环，上环蔡公小人街那边开始，你会很多东西挂了，口令都一直走到中环去，有很多小店，可以吃蛋糕，你可以买东西，咖啡，那边人也不多，然后正好。偶尔要是运气好的话，可以撞到巨幅的海系，就很有意思。如果你不是非常热衷于拍城市街景，真的是想买东西、想吃东西的话，新太适合那边就拍照好，感觉它高差特别明显，可以直接看到海，就从楼的间隙，就挺有意思的一些角度。我知道频道也有很多香港本地的观众，如果有些讲的不太对的地方，或者说你们有些补充的话，欢迎你们提出来。因为我再怎么样来经常来玩，也只是作为一个没有在本地生活的人给出来的一些建议和分享，肯定不够本地人来的仔细，好不好？就这样。Thank you.